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闪闪吗？有一点抓狂吗？飞碟有一点。Coconut 充满了夏天风情，今天真的好热啊！因为自己的白色袜子都拿去洗了，所以今天我只能穿长裤。我一穿上长裤，一走出家门，我就后悔了。今年夏天我不想再穿长裤了，真的气温太高了。
skinny best that move. Don't get take a mind, and you're holding hands on time. It's my day, why do my day? Just do it.Ready, swing.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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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it.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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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it. Ready, swing. In the mirror.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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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it.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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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it. Ready, swing.今天你需要帮帮忙吗？如果你需要借由飞碟有一点来帮帮你的忙，双步骤，第一个步骤你可以选择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第二个步骤，你可以透过我们 Telegram 群组留下你的帮帮忙。只要在 Telegram 里面搜寻 DEARMARCY， 也就是 Dear Marcy，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上周末呢，结束了台南的签书会。那这一本新书《亲爱的马克玛丽》，上班难，做人更难，我该怎么办？最后一场的签书会就只剩新竹啦！欢迎大家在6月29号的下午2点钟2点半的时候呢，在新竹的鸟屋书店，新竹南雅，也是这本签书真的是最后一次跟大家见面了。然后现场呢会收大家信件，会朗读大家的人生故事，所以想要体验现场版的马克信箱，想要现场感受到欧马克对这本书的什么分享，欢迎来新竹找我们哦。You
la boca. いつもあちらこちらで愛の共有仕方飯はいらないの怒るリアリスト話し合う月曜はみ出す火曜熱出す水曜固まる目標後の金土日中までもないほどにあなただけ消えないでたり果せるまで抱き合ってクレイジーこの日々を踊り切るにはただ一人じゃ無理に長いのに逃げるだけ逃げ出して俺に捨てるだけ捨てようぜ愛し光るだけかすれてならばこの世界はまりに怖いのに手を見る穴や記憶よりもくすんだ様子ちっとばかしおかしいと笑うセラピスト意味がないくだらないそれはもうださえ無駄で仕方ないク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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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かっつやなくさボケですこれが僕の毎日また永遠も仲間を尽きるのにかけるだけ駆け出して Please in 少しだけ今もうぜ Baby 転がるハートに願うなら七色の魔法も使えるのにミ金玄师的每日一点二十六分，欢迎你每日 Minute 加入我们的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嗨，我是欧马克，02-2363-9955，你需要帮帮忙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哦。喂，玛丽马克你好，哎呦，你好。我是花莲县的洪帅自由男神陈庆德先生。你现在在转念是不是？我在想他会注意到我。哦哦哦，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怎么样？自由男神今天怎么了？陈庆德先生需要人家的帮忙。哦、oh, ，真善美帮帮你嘛？要怎么帮？我可以在空中讲话跟大家分享吗？啊，你现在就在空中啊？你在说什么？不是不是，你们两位主持人就不要讲话。哦好哦，现在是要要求我们不讲话哦。不是不是要求你们不讲话，就是说可以借用你们的飞碟电台传达信息出去。哦、啊，好，开始喽。我要麻烦总统府、民生院、立法院、嘿、文化局啊，什么什么局？文化局。文化局、嗯、哦，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吧。嗯。作家。嘿，作家。作家谁？作家。哦，你说全台湾、全世界所有的作家跟艺术家是不是，对对对，啊、哦，全世界。还有愿意付出做爱心的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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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行政人员，嘿嘿嘿，还有公务人员，嗯嗯嗯，还有爱心人士，嘿嘿嘿，真的愿意要付出做爱心的，愿意要付出帮忙的，嘿嘿嘿。那我可以点一首歌送给大家分享听吗？哎、欸，不是啊，你要了这一些人，你现在把这些人聚集起来，然后你要他们干嘛？我要叫他们愿意帮忙，帮什么忙？帮什么忙？帮做有意义的事情。哦、你只希望这所有这全世界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哎、欸，对、啊哦，太棒了，太棒了。那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我想要点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听。什么？王志贤，认真的人最快的。好，然后把高雄改成花莲。不是，哎、欸，不是哦，不要改，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要把这首歌曲传达出去，每个人都是快乐的人，哦，好，认真的人，所以要拜托你们飞碟电台，嗯，帮我播这首歌曲出去。我在空中讲话一次可以吗？哎、欸，陈庆德先生，你是什么星座的、啊？我射手座。你是射手座啊？所以你才是祝由男神吗？因为你很祝由。
我可以在空中留电话号码吗？不好吧？哦、没关系啦，我不介意耶。我自己会承担负责。你要承担负责哦。对啊，我还是不介意啦。但是你的妈妈可能会不开心啊。我不懂意思啊。你不懂意思，就是你公布了你的电话，可是你一直讲电话，可能会造成你妈或是你哥或是你家人的困扰啊。不会啦，我自己的困扰，不是别人的困扰，因为我是要找愿意帮忙的。我不行做这件事情啦。嗯，你也体谅体谅我好不好？好啦，谢谢。在空中讲话不空，在空中留电话不行哦、喔。不行了，行啊。哦，好的，谢谢，拜拜。拜拜。射手座，嗯，嗯真正的驻油男神。嗯嗯嗯天气在变热，差别的车不安最空可能二地方还一路都没了呼吼Only a couple of frames 记住我是不是 fake Get it on now 作られた夢引き沿わされた place What it's real 知らぬ間に作り上げられてく Like a maze Like a maze Like a maze The way out Walking, walking, 一心と大の squad 自分は繰り hit it, hit it 一世紀大の fly 頷くだけの道は blow up 戦うために向かい覺得你在 Telegram 留言有点可愛Loud有人要帮帮忙吗？有一个帮帮忙，我觉得应该帮得上。嗯，以前怡君姐在说故事的时候，嗯，都会有一个哀伤的配乐。嗯，我想请问那个配乐是什么名字？哇，那个超常被问的哎，我被问了这么多年，我始终都没有记起来。这个只能问艾丽了。她说不是《流浪者之歌》，不是《流浪者之歌》哦。你是说悲歌的衬乐吗？你说哒哒哒哒那个吗？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会有拉一些弦乐，很悲凄的那个啊。嗯，这个我可能要请艾莉帮帮我的忙。那个很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问那个悲歌的衬乐，因为但他是说故事的时候，哎，可是艾莉有说故事吗？他没有说艾莉，他说怡君姐。那你就是艾莉吗？啊，怡君姐的怡打的还是不一样的怡哦。哎。还是他在讲其他地方的怡君姐姐说故事、嗯、如果是其他地方的怡君姐姐说故事我就不知道了、嗯日々だけ隣に
一个小时呢，会为你送上 J-pop 这首歌曲，来自于 Zuto Mayo 的 Blues in the Closet。你好。Hello， 你们好，我是翁。我好久不见哎，翁哎。是，我只是想要来帮忙问问，就是现在的电视是不是都很不耐看，就是很容易坏掉？因为最近电视坏掉，很犹豫到底要修还是要换新的。你买哪一个牌子的？索尼。哎呦，坏掉！那你看了多久啦？也九年的啦，只是因为我们以前电视都是最少十年以上，都是看到就是想换新的才换，都不是、都没坏过啊。对啊，就很犹豫，因为就上网查，就好像现在电视寿命就差不多五年上下就差不多、哦。是哦，我还不知道现在电视寿命大概五年呢、欸。换台新的吧，换新还可以变大呢，因为太就是没有家里没很大，不能换太大哦。对啊，就在犹豫、家里没很大，但是你换一个大的，你会发现好像也可以哦，还是很爽呢。是，真的怕小，因为有小孩子、有小朋友。对啊，你说会伤害眼睛是不是？对、因为我不给小孩子看那个手机平板啊，他就只看电视。电视不会有那种护眼模式哦？我不知道有吗？而且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对啊，好吧，有小孩子比较麻烦一点啦。对啊，所以就是换了，对不对？我是觉得现在电视很便宜啊，就换了一个就好了，然后也不用有。我知道喜欢 Sony 的人就非常非常的热爱 Sony， 但实际上好像也没差。对，这个问题，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就是现场看。还看得出来，在家里自己看根本看不出来。对啊，没错。好吧，谢谢。好吧，好吧，谢谢玛丽，拜拜，拜拜，拜拜。我刚好看到有人在群组说，他尾牙抽到电视，现在还没有卖出去。哎呦，卖给翁欸。对，就是便宜卖给翁欸。网上也有买，蛮多人就尾牙抽中一些电视代卖的。没错。你好。喂。你好，哇，好久不见哎、欸！我是黄色的，好久没打电话进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最近好吗？最近不太好、啊。最近又不太好。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德先生，就是他每天打电话进来吗？还有一个德先生、啊。对啊。哦。你叫什么？洪树德对不对？草头黄，树木树，道德的。哦，黄树德，黄树德。那今天你打来要说什么呢？就一本杂志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找。什么不见了？一本杂志。对、一本杂志。你不会告诉我那本杂志是 Playboy 吧？是，就是日本化妆品的广告的一本杂志。化妆品，你说像百货公司的刊物哦？就是到金市场买的。对。那为什么那一本很重要？这什么要用啊？哦，因为就是那一你喜欢那个的封面人物是不是？不是，就是那本有好200多页吧，然后很多女生呢、哦，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女生可以慢慢看这样子。对。哦，了解了。再见喽。好，拜拜。拜。他是不需要人把衣服脱下来，他光看你们这些化妆品名模，我的想象力就可以奔驰。那如果
只是少了一本两百多页，里面有很多化妆品、服装的女生的话，这个杂志应该是蛮好找到取代的。你说随便的 Vivi 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对啊，其实宝雅的刊物里面也很多啊，戴帽子的啊，戴什么的啊。你去百货公司一楼，跟所有的专柜拿他们的 DM， 还不用花钱呢。爱电影 UFO， 我是玛丽，我是瓦克。帮帮忙，有人使用过 One Boy 的风扇外套吗？我知道夏天那个吹的都是热风，但是否有那一个身体会比较干爽？风扇外套难道是那个外套里面有一台风扇吗？哎，对，还是穿起来像吹风扇一样凉？我想象的是有一个风扇啊，我来查。那不就是我的手还要接个什么电池，还是它会？它有小小电池在里面就可以了吧？啊，那跟我在机车前面架一台电风扇吹我的差别是、那個、那就是要架着，那就是在另外的啊，我穿着就好了啊。哦，随时随地关，那不就是像一些那种在卖场，就是那些娃娃你会一直蓬起来那一种吗？你的身体会一直蓬蓬的这样？ 对啊，我想象是这样啦。One boy， 我是后羿创造的夜晚，我猜我铸造了未来。我们相见不恨晚，是浪漫又激情又放胆。你冰山，我热情；你融化，我登顶。你想要，我给你；你指定，我随意。传说的十个太阳九颗不是我对手，让我当你的理想情人，无敌的射手。你想保有矜持，却忍不住拌嘴拌酒。只要露一点曙光，我就能百发百中。Oh, rock and roll，我是神射手 ，Let's rock and roll， 杀无赦的射手 ，Lock and roll， 无敌神射手 ，Let's rock and roll， 杀千刀的射手 ，Lock and roll， 我是神射手 ，Let's rock and roll， 杀无赦的射手。Super cool。 请问一下，礼拜六的新竹签书会，我可以带马克玛丽你们的上一本书讲感情的一起签吗？当然可以，没问题的哟。对啊，他就是把两个风扇然后接了导线，然后他的风扇就是在衣服里面啊，然后插在手机上面嘛，就用手机的电啊，对啊，而且就想象起来就有点麻烦，就会砰砰的、啊嗯、的确就像你说的砰砰，砰砰的。公认的悲伤，维纳斯不是你的对手，空气是用舌给你一拳，就请爱上我。上班要一直走，脚很酸，想买脚底按摩机，看到价钱有点贵，有没有便宜简便的脚底按摩小物介绍？基本上成本接近于很低很低的，告诉你的方法就是双手万能哦，你就用手啊，用力按你的一些穴道跟上一些油跟上一些乳液，然后用你的关节指节狠狠的敲你的小腿跟你的胆经，还有泡热水，还有把脚倒立过来。我上班怎么倒立？没有，回家，你回家的时候，就是你晚上好好做这些的话，你隔天会消掉很多的疲劳。大家在发问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你讲这些我都知道，我就是想要不用动又可以舒缓的，有没有嘛？叫你家人来帮你按。我没有这个家人嘛，我没有嘛，你看不起我？哇，你的内心剧场很多。
耍千刀的神手。Lock and load， 我是神射手。Let's rock and roll， 杀无赦的射手。Lock and load， 无敌神射手。Let's rock and roll， 耍千刀的神手。Super cool！ 帮帮忙，跟朋友吵架之后都是怎么和好的呢？对不起。那种生气的时候讲话不会在意别人感受，会让我觉得哈，原来我会被这样对待，但平常又是蛮贴心的人，一方面觉得就不要联络了，一方面又觉得是我太小气吗？我太软弱吗？才会让别人这样对待我？哦，他怎么可以这样？有点好奇朋友之间的口不择言会说到什么地步。还有就是为什么，就你说为什么而争吵，我需要一些实力。对啊，因为这个太有的时候大家在请求帮帮忙的时候，你都会无意识的屏蔽掉你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以及呢会把就是朋友的这一件事情就放大成好像他总是这个样子，就很有可能他不是每次都这个样子，很有可能他不是只对你这个样子，很有可能他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是只对你这个样子，那就是有很多细节跟实际上面的例子需要知道，可是你用一个很空泛的问题，我们就会觉得啊，为什么啊，你这样问，那一定都是他有问题。如果你只是想听到这个的话，这完全无助于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你只是要找到一个安慰，你只是找到人站在你这边，可是也许你真的可能有问题，我们不知道。也许你真的没有问题，是你朋友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很实际的实例，打电话给我们吧。不用推搡来与你告别，不让自怜爱原来使我疲倦。你的出现，从今以后，你自由了。凤小玉，凤小玉不会开心。凤小玉，飞碟有一点，飞碟有一点呢。本周是我们飞碟电台的金曲周，这个周末呢，除了有我们的签唱，不是签唱，哇，你想签唱会啊？你想签？除了我们的签书会之外呢，这个礼拜六6月29号也是金曲奖，所以也先提醒大家了，就是因为要赶回台北参加金曲奖，所以可能我们的签书会一定会在可能4:50的时候就会结束这样子。本届的最佳新人奖的入围有郑平简单的一句话，邹旭把水开着，王 Aiden 的 Be a Lover， 徐伟翔的月，凤小月现在你听到的七 Markov 真爱的宝藏 Treasure， 还有 Jocelyn 940。第35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呢，就会在6月29号的晚上7点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话呢，我们飞碟无力。飞碟联播网也有现场转播哟。没人能与你为敌，不用眼泪来与你告别，不用缺陷面对黑暗的季节，我愿意改变曾经彷徨的那个少年，不用推搡来与你告别，不让自怜爱原来使我疲倦。你的出现容许奇迹的实现，走出了绝望的边界，期待我们下次见面，我已还原。不用缺陷面对黑暗的季节，我已经改变曾经彷徨的那个少年，不用推搡来与你告别，不让自怜爱原来使我疲倦。你的出现扫荡所有尽是悲伤，再也没什么能够阻挡善良去全然。
释放。凤小岳，从今以后你自由了，待会整点的时候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动一动了。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飞碟有一点呢也会在飞碟联盟的 YouTube 频道来开箱直播哦。整点报时之前先为你送上李圣杰的男人啊。回顾青春的倒数，有些幸福已无法追逐，面对人生还没有麻木，却又必须沉浮，几乎忘了哭什么是苦，也不懂得笑着流泪算不算苦。男人啊，为了你不害怕体无完肤，是啊，男人男人也是糊涂，输了赢了都要欢呼，恍然大悟这些年来的孤独只有自己在乎，是啊，男人男人忙忙碌碌，不懂浪漫也一样的天赋，感情太丰富。偶尔回顾青春的倒数，有些幸福已无法追逐，面对人生还没有麻木，却又必须沉浮，几乎忘了哭什么是苦，也不懂得笑着流泪算不算苦。男人啊，为了你不害怕体无完肤，是啊，男人男人也是糊涂，输了赢了都大雾，这些年来的孤独只有自己在乎，是啊，男人男人忙忙碌碌，不懂浪漫也一样爱的投入，男人啊，被误解也许是你的天赋、啊、若不小心喝醉，千万不去结尾，只好早点回家晚点睡。男人男人也是糊涂，输了赢了都要欢呼，恍然大悟这些年来的孤独只有自己在乎。